他接着呢走路，靠墙壁摸东西这样走，开车走路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，跟着力，脚跟着力，对，他不是脚尖，脚跟，脚跟，对不对？脚尖要不要走抓地？不要。然后看看原住民，他就看到黑人原住民跳舞，什么跳舞？阿傻阿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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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脚跟着力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脚跟？好，好奇怪，黑人的骨质哈、哦，比苏联的骨质哈、哦，印度还要强。他就开始用小老鼠做垂直律动、平衡律动，就发现什么？老鼠的血管的一氧化氮怎样增加？他这老鼠的血管的年轻化，细胞年轻化。后来用小狗、小猫，后来用一次啊，找十匹马竞赛，每一次竞赛就这只马怎样，都是怎样。最后一名，就把这匹马用一个很大的平台，给它做垂直或是摇晃的。半年后，每天给它30分钟，其他训练跟一般马训练一样，就是都一样而已。但是半年后，10只马在旧竞赛，这只闹腮背竟然跑到前面去。虽然说成功了，他们就把太空人做这种训练，就上太空，竟然可以到13天、14天、15天。那美国、德国就开始要去寻找，所以我早去停电了啊，咱直接摆两两个人找几天啊，去找资料找不到资料，结果德国有一个团体也默剧了，到苏联去表演。奇怪，每一个人都看表演，都是坐着椅子看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有个老太太在后面，她没有坐椅子，她在做你的动作，就这样，甚至这样。为什么这样？那个其中一个团员，他是不是表演的？是属于团长这一类的，哦，领导干部的。他就说：“我要上，我要上。”用俄语跟他讲：“你怎么不坐在位置看？”如果我们领导叫我们这些老太太齁，老先生要平常做这个动作，为什么要喝水？哇，喝水叫不叫？刚好是他们的团员要出到的苏联去的时候，他们的官有交代，有什么这方面的秘密的话，应该怎么样？我要拿回来。就他说，啊，你那个资料可不可以影印给我？说好，你不要了，你们还要表演，我们还要表演2天。他说，好，我去影印给你。那个。人马上怎样 ？Pew 怎样？直接回德国。哦，这事情有没有好？好，早嘞。结果德国在通知美国，他们就研究，说这个事情就外漏了。所以，我喜欢苏联那种，因为为什么最喜欢苏联？苏联它本身这个国家是不是齐全？对。但是它对医疗的研发是没有限度的。什么都可以限制，只有对他们医疗的研究怎样毫无限制，所以苏联的医学的科学家是全世界怎样 number one， 所以他们很都是研究去做，所以你尽量去收人去体验治疗，就你干嘛？哎呦，让你健康，所以苏联哦很少人生病啊。我问你，人家苏联是集权国家，伊讲人民的健康是国家的财产，啊让你。人民生病，是我财团最好赚钱的机会，是我政客口袋里面最好的政治现金的来源。那差贼，不对吧？哦，所以刚刚那个动作，以后要不要天天做？要。爱吉姆，没问题。你赞不？赞。赞同。能做外。就像苏联德国英语成功的，咱也歹做。还免开钱啊。发电机，那姐姐，我姐，应该安那，那就那看电视那安尼嘛，那叮当垂直也是安尼叮当嘛，对不对？
尤其我刚刚讲的这个洞还有什么产生的效果？棍子给我。我打人，长不到我打人。神经传导快速，淋巴杀菌。对啊，还有一个，除了这三个以外，还有一个啊。我刚刚跟你讲的一个事情，昨天跟你讲最重要的，我在上的时候只有挂一个牌子出来，第六个。第六个。好、啊，那个静脉，回流虹吸，为逆向虹吸。静脉逆向虹吸原理，因为你这样动的时候，你的血液就可以足够跑到你的心脏，所以心脏你就足够血液跑回去。因为那点血不是靠心脏直接把它送出去，因为没有力。一定要最后让，再说一次，最重要的，您今天三天里面，这个原理不会丢，我讲值得来回票价。这个原理吼，我来收10万块，你嘛爱给我。这个原理是我花了多少时间，我的老师告诉我说，你无论如何要消化以后，你才可以告诉人家。哦，所以你动动就是，让你的血会当走心中去，对等啊。所以你就不会有心悸啦，不会有心脏病啦，不会有心血管疾病啦，什么病都不会有啦。啊，有赞吗？赞哦。先之前我们一吃饱饭，要多久就可以做了？30分钟以后，吃饱饭的时候你就走一走就好了哈、哦，走一走，啊，30分钟后才可以去做运动哈。还有，我今天才看到，我那这朵花又跑出来了。那个叫做什么黄花，那个什么通灵木哈、啊，黄花。大家看一下哦，黄花都已经很憨啊。那个距离看哈，从前黄队一个人，一点看你，中我都观赏，观赏啊，只是观赏。真的？没有叶子，那不熟它就会开花，叶子是掉了。不是，它一叫叫苗嘛。哦，昨天有人送我100多株啊，不是的，刚好东西南北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黄花风云哦，黄花风云哦，这也是啊，风云是啊，这都是啊，上山当送黄花，对对啊，以前我同学那个他传那个台中的哪个，满满满，有啊，我们嘉义就有很多哦，是啊，他是嘉义，没有台中有，台中有，对，很多地方。果实啊，这是刚刚的果实啊，哎，刚的果实啊，花开来就变成花谢掉就结这个果实，哎，就结果实，啊，种子就在里面嘛，嗯，昨天那个上一期的学员，木棉道，哦，上一期的学员送了100多颗，这个，啊，我今天下午就麻烦你们帮我种一下，它会长到多高？它跟树一样，超这么高而已，哦，那个，对对对。2-3层楼，没有2层楼，一层多2层楼。但是这个是它的什么果实？它的果实这么长哦。啊。还酸还酸啊？所以他说是，还酸啊？还芒果。前15名。啊，这个赶快开花。它那个回味啊，芒果一万种能喝下。哎，这人家回味了。哦。回味了再开就回味了。树形到处有人种台湾暖树，暖树的话一年四季会有不同的颜色。啊，暖树是台湾原生种。对，我们就看它，哦，它这样子很漂亮啊。有，我觉得台湾现在背景的光光啊，或者那个美的东西有一直在。都有在那个哈，都有在先生啊。好，我们回教室去哦，休息，准备吃饭。你要跟马不关，你那个年轻，你那个。我是来，那个汽车博士了。